根据上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了13.71亿。有人估算，13亿多人口每天吃掉的主副食品，折算成粮食，大约要消耗13多亿公斤。 并且还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继续增加，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而生产粮食的耕地却一直在减少。2013年12月30日，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的结果。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的耕地面积为22.31亿亩，虽然数量上满足18.05亿亩红线要求，但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毫不动摇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和粮食安全底线，确保我国食有的耕地数量基本稳定。研究表明，人均粮食每年370公斤是一条生命的保障线，达到这个水平就能基本满足食品消费的需要。中国目前粮食平均亩产320公斤左右，按此推算。 人均所需耕地至少为1.15亩，由此要确保目前及人口高峰期的粮食安全，18.05亿亩耕地是底线。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粮食危机席卷全球众多国家，菲律宾的平民抢购平价大米。 苏丹的孩子吃水煮过的树叶充饥，法国、乌克兰、俄罗斯等粮食大国粮仓已经空置，欧洲的粮仓库存一度只剩50万吨，粮荒在一些国家演变成动乱和骚乱。粮荒发生之后。 越南、印度、埃及等粮食出口国相继宣布限制出口。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10年增，粮食产量超过6亿吨，但是粮食的自给率已经开始下降。2004年以来，粮食的进口成了一个常态化，大豆现在是6000多万吨。 谷类，我们是8000多万吨。这个过去我们是仅仅进口小麦、调剂啊，我们在北美啊、澳洲啊进口很多小麦，现在连玉米也进口，因为我们大量的需要饲料。有科学家计算出我国土地承载力的极限，认为理论上最高承载能力是15亿到16亿人口。 若按中等发达国家人均延续粮食500公斤计算，到2025年，我国耕地面积的缺口将达2亿亩。在中国，人口增加的压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正急速改变着这片承载着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土地。 位于我国西部的甘肃省会城市兰州，本世纪初市区的人口密度已超过上海和北京，达到每平方公里23000人。从2012年10月开始，兰州在低丘缓坡上劈山造地，搬掉了700多座山丘，准备打造出一座面积约25平方公里的兰州新城。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和资源研究所在145个城市所做的调查，中国大中型城市中70%的新建筑是在原和耕地上建成的，在西部一些地区，这一比例
则高达80.9%。城市在一天天扩大，乡村也在不停地膨胀。这里是世界闻名的土楼之乡，土楼建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山村民居，它体现出社会、人、环境的和谐统一，是传统生态文明史观的具体体现。然而现在，这种新建的房屋正逐渐取代坍塌中的土楼。苏万和老人曾经和20几户人家一起居住在一栋土楼里。1988年，他搬到新的房子。26年过去了，原来的土楼由于长期没有人使用，已经彻底荒废。估计就20多户人家在这里住啊，一户人又大概就当时又有7、8个人哟，20多户人哟，差不多200人啊。土楼坍塌了，土楼所承载的传统生态和谐的观念也随之被遗弃。在中国乡村，这样的景象十分。新房子建好之后，老的宅基地并没有被复垦利用。据国土资源部对某省一个县的调查，该县全部9792个自然村中，50%以上存在建新不拆旧的现象。全国宅基地闲置浪费现象普遍，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空心村。据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调查测算，全国农村空心村综合整治后，增加耕地的潜力将达到1.14亿亩。这是摄影师何崇月用照相机拍摄的一段视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何崇月沿着黄河两岸为那些村子里的老人拍照。村子里现在年轻人没有，只有孩子跟老人。我走了那么多村子，除了妇女、儿童、老人，看见一两个年轻人，都是从城里回来偶尔办事儿。现在农村到城市来就业的2.6亿，在农村的话呢，现在更多的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妇女啊、儿童，我们所说的这个99、38啊这样的一些部队。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留守在这个村庄的人，他可能就是种一些基本的地啊，满足一个基本的粮食需求。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撂荒也是耕地减少的一个压力。随着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农民如果有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他必然退耕。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中国的版图上画了一道线，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这条被称作胡焕庸线的地理意义在于，县的西北侧64%的国土面积只生活着4%的人口，而县的东南36%的面积上生活着96%的人口。中国大部分优质耕地也都集中在这一侧。近13年间，由于建设用地增加，这个区域的优质耕地大幅度减少，仅东南沿海5省就减少了水田1798万亩，相当于减掉了福建省全省的水田面积。大
大家都知道珠三角基本上不存在了，就对农业来说不存在了啊，这个占没了，可以说是长三角正在步它的后尘，也差不多啊。过去大家在改革开放前我就知道的都是南粮北调，我们现在是北粮南运，我们的整个的耕地的重心向西北向东北偏移，从土地的空间分布的质量来看进一步的降低，水土热不匹配，就是我们南方东南地区是匹配的，热量也好水也好地也平坦，我们到西北是什么干旱。以1996年至2001年为例，五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3700万亩，相当于四个上海市的国土面积。而仅仅又过了一年时间，我国耕地减少的面积就上升到了6000万亩，相当于一个瑞士的国土面积。而从1996年到2002年，我国增长的人口却相当于6个瑞士的人口。工业发展、城市建设需要增加一定的土地供给，我们既不能不顾经济建设的合理需求，也不能只考虑城市化建设而忽视保护耕地。18大报告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很多人就没有这个耕地的危机感，粮食安全危机感，因此在这个建设上就是大手大脚。我见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市，他要把各个县城连起来，结果呢每个市之间的每个县城之间的路都要建成双向3-6车道的路，还有人行道，根本没那么多车跑。我们好了疮疤忘了疼，我们刚刚吃饱了，然后就搞这样的这个奢侈的生活。11连是国家土地督察武汉局副专员，他所乘坐的是目前我国地方国土部门最先进的土地违法执法车辆，车上所装备的设备可以直接跟踪到有些单位或个人违法占用耕地的现场。现在你这个就是这是每一批你们实质上的这一种违法就是以租代征。这是国家土地督察人员在准备启动遥控飞机，通过遥控飞机传来的影像可以监测到土地现实情况。这种越来越频繁的监测工作是我国采取天上查地下管等监管举措的一个部分。金石产业园地处贵阳花溪区石板镇辖区内，金石的名字寓意为点石成金，产业园主营石材加工、石材展示销售等。那个金石产业园在这个位置以后呢，它就是开发整的这个土地东一片西一片的，你看他们整的那个东一小洞西一小洞的，那个整也不晓得他们是整个那名字。2013年9月，国土资源部通过卫星监测到的图像比对查实，金石产业园违法用地严重，园内25家企业陆续违法占用耕地，已超过了2545亩。我见过很多的这个企业，也是实体企业，名义上是公营用地，但是盖了个所谓的标准厂房。标准厂房是什么意思？标准厂房我的概念就是好拆好建，成本低。我把地占上，什么时候想着还是想着把它变成商品房的用地，
然后再赚钱。这里是位于云南寻甸金索乡的工业开发区，开发区里最多的是这些粘土砖厂。粘土砖以黄土为主要原料加工成型，过去生产粘土砖相当于每年毁田50万亩，而且要消耗7000多万吨标准煤，是一个既破坏环境耕地又高排放的产业。因此国家规定到2010年底，所有城市都要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但是由于粘土取材容易，烧砖成本低，一般的中型砖厂年利润都在100万元以上，高额的回报又使一些不法厂家冒险涉足顶峰生产，结果是伤了耕地，毁了环境。据统计，目前全国上游以粘土为原材料的砖瓦企业上万家，占地超过500多万亩。在建设用地需求旺盛与耕地资源保护矛盾突出之际，因自然环境破坏对耕地形成的威胁则更加严重。这是甘肃民勤县东荣村的最后一户人家。20多年前，沙尘向这个村庄逼近，沙带边上的房屋已无法居住，大片的农田正逐渐变成荒地。在村里的最后的几户人家陆续搬走后，只剩下老魏和他的老伴儿固执地坚守。民勤位于河西走廊第三条大河石阳河的下游，尽管民勤东北两乡紧邻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但因为石阳河在这哺育了一池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的青土湖，这使民勤自有史以来就一直拥有绿洲的美誉。上世纪50年代至今，民勤的人口从11万人增加到了30多万。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民勤开始开垦更多的土地，并修建了这座被称为是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洪崖山水库。水库阻断了石阳河流入青土湖的路径，青土湖迅速的干涸。没有了青土湖作为自然生态的屏障，两大沙漠开始加快向民勤合围，民勤大量的耕地被无情的侵蚀。现在民勤县已经有30万亩耕地被弃耕，荒漠化的土地已占整个民勤县土地面积的94%。民勤这种干旱地区的荒漠化，就是没有采取一种依水定地的方式。当你人口多了，你大量的开垦，你必然争夺生态用水，这样生态的用水少了，引发整个的区域的荒漠化。目前我国已有超过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土地面积被完全沙化。据2013年全国第四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统计，包括长江中下游等12个南方产粮区的260个县市区已出现沙化土地，面积达到8800多平方公里，
直接威胁到18.05亿亩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江苏省金坛市直溪镇直里村，2009年6月，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村级农民耕地保护协会。直里村人均耕地1.13亩，低于金坛市人均水平。耕地保护协会的责任就是调动全村人参与保护耕地，让每一寸土地的利用都合理合法。这个协会弄好了以后，对村也好，对农民也好，农民他还相信的，因为你为什么农民的利益。这是江西省樟树市的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区，通过整理荒地、废弃地，增设了水利灌溉等设施，土地质量得以提高。湖南岳阳经过大规模的土地整治，原来高低不平的土地变成了丰产的棉田。江西南昌市郊诚心农场收获中的农民，在经过整治后的农田中忙碌。这400亩土地以前曾是高低不平的零散地，经过整治用上了农业机械，原来需要10多人耕种的土地现在2人就能承担。稻谷亩产量也由原来的400公斤增加到了800公斤。最近10年，国家通过土地整治和占补平衡，共补充土地5000万亩，相当于5个上海市的国土面积。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国粮食安全的生命线。只有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也只有放眼未来，从严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中国粮食安全方能确保无忧。